走。嘎。不知道。哎，海螺，我还认识个嘎。走。这个太小了。哎，这个也是个钉点。哎呀，干干。桶在后边。桶给我。我拿不下了，赶紧赶紧。我在这儿研究海豚。把握住机会。哇。把握住机会。这不是一有雾都跑出来了。咱跑了很远了，就在水边找这个白天开花，因为它有水。45度角，各位观众，45度角，袖子点起来，哥，快出来了。嘿，哇哦，这么大，看，哎，好看好看，这个特别好看，来，大家看一下啊。完整版的啊、哦，底下这个座儿，完整版的，完整版的海龟。大哥和一个那个啥一样，全给在那拔了。哎呀，我也是手挖式。哥，你说这样是啥？自水自人这样是撑吗？哎，炸着撑没有那么大能力。你铲下来，我不用手挖了，铲下快。炸？嗯。不是。嘎。好，你看这个啥？这个，我这儿也是。这个大。哪个？这儿刚碰水。哎，哎，凉凉。放下来，就发现了一个。先不知道搞出来的是。又开启挖坑技能。哎，这种都不往回缩哈、啊。我没碰它，它怎么缩呀、啊？别着急，我把它整个弄出来。呀，这么深？呀哈，不会吧？这打了。这么深了这？挖坑王的技能。哼看，往下陷，往下陷，往下陷，走了。哇。我看不出来吧，我这还没走两步呢，你又让我回头。哎哎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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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在这个边上哈、啊、沿这个边走，看这个海螺，这是个小不点，咱就把它扔在水里继续长。迷你版。对，嗨，海龙、嗯，这谁的网，哥？哎，还网到鱼了，啊、这，还网了一条鱼，看、啊，今天还没来摘，这些黄沙子上面是，嗯，但是还是得我给你看一下，继续。挖个完整的，截你后路，可以下手了。啊？嘿嘿，是不是完整的？这个过瘾。就是可以吧？看这种是球状的，和咱在海里玩那个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嗯。好了，咱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小尼视频的话，请点击关注。走了，回家熬汤。